清的广东新会南山乡武氏家族之祖武荣玉先生，以太虚拳为清环拳种，武氏秘外传。至解放后，武氏后人有感于国运康泰，人民体育运动蓬勃发展，遂把历代家类秘传的太虚拳奉献于世。太虚拳与太极拳同源异流，其理均一，为太虚主先天，太极主后天。太虚即无极，阴阳未分，浑然古荡，一气于其间。根据宇宙图洛书数理及其阴阳生化之机而构造此拳。太虚拳动作以体松柔和为主，每一动作均以圆圈动转，连环不断，发动时可分柔劲与刚劲，柔劲为单劲，刚劲为六劲，发六劲时